今天做一个凉拌三鱼，这是三鱼后切，葱和洋葱，我自己平时愿意这么吃。加点鱼子，就各个颜色加一点，没有鱼子不放也行。这么吃更有味儿。凉拌汁儿，就拌好就可以吃。你们最好是冰一冷藏一会儿再吃，我这个就直接吃了。拉格让放。凉拌三文鱼，多整点鱼子。凉拌吃真不错呀，整点黑鱼子。绿色儿的。